情都越嚟越嚴重喎，又唔可以出街，但我都好想出去影相咯，我都 post 過相啦。家姐，我都想啊。但我都好驚死，所以我唔stay at home唔該。我唔怕，你睇我換曬衫，我已經準備好曬同你影相啦。影咩相啊？你攞住先，仲有呢啲。這個就是影相的道具了，是不用說，我們現在立刻去拍了。第一招，吃完薯片袋。唉，個死仔啊，吃完整包薯片都沒扔。喂，家姐家姐家姐，來來來，喂，不要扔。什麼？這個就是我們影相的道具之一，薯片袋。做法超簡單啊，首先將食曬嘅薯片袋洗乾淨，再喺袋底中剪個窿，咁就搞掂噶啦。OK， 可以啊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打茶啦。OK，OK，OK。即系挖开个薯片袋依家，可以爬入个薯片袋。系啊，爬个薯片袋好似精子咁啊！嗱，系啊，系啊，我沟死仔啦！咁都沟死仔？系啊，系啊，唔系啊，懒系陶醉咁。啊，懒系陶醉。系啦，系啦。第二招，整湿保鲜纸。保鲜纸？系啊。哎呀，好妆容啊！唔怕啦，呢个系咁样影噶啦，你信唔信我？你信唔信我先？信唔信我先 ？OK， 嗱，如果喷咗啦。這個做法同樣又是很簡單，只要拉一張保鮮紙擺在面前邊啊，再噴啲水上去就得噶啦。我有窿喎，咁我咪我噴噶啦，噴。三二一，哇！哥姐，睇你个样几挫。唉，唔好话你啊，我自己睇翻都面对唔到自己啊，真系辛苦晒睇紧啲观众啦。吓，你有冇谂过帮你影嘅我都好难受噶？第三招，花纹玻璃杯。首先，搜落屋企嘅花纹玻璃杯，再搵一面墙，然后熄灯，之后就拎个电筒照住个杯就得噶啦。可唔可以转第二个纹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影厌咗啦而家学人哋。哇，呢、這个好靓呢个，正咧！我特登搵咗好多杯啊，知唔知？第四招，穿窿厨具。依一招啊，就需要少少技巧啦。将屋企有窿或者反光嘅厨具，例如锅铲、筲箕、烧烤网等等，放喺镜头嘅边缘，就可以制造到光影效果噶啦。好无奈啊！呢刻系啦，系啦。我望住你，我都好无奈啊！第五招，画花晒胶纸。最后一招啊，最简单，只要在胶纸上面用颜色水笔画两下就 OK。好得啊！啲相，你成世人终于有用翻次啦。喂，但我下个礼拜想换一换 concept， 可能我哋行复古欧美风咁样，即可能用唔同道具，你研究一下。OK， 我想再 pose 啊。吓，仲影啊？下个礼拜。佢觉得好玩。你系咪沉迷咗啦，摄影师哥哥 ？Lovely，lovely，so lovely，so lovely。实不相瞒，我哋本身都以为呢啲方法未必得，点知咧连摄影师都话影得唔错，啲相出嚟又几靓。防疫期间，大家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，不妨试下啦。